哦，不是吧，又得等了，烦吗？太好了，吹点气出来吧。因为在科斯创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那个二氧化碳，只要添加正确的秘方，它就变成了泡沫。这就是制造一张环保床垫的重要元素。利用二氧化碳，我们可以节省高达 20% 的石油，只要往这里吹气就万事大吉了。访问这里，了解它的工作原理。